随便介绍这位咧，啊，这位伊本身是一位医生，啊，不简单哦，啊，医生唱歌嘛真好听哦，啊，伊讲吼，啊，真济啊病，无一定着爱食药啊，用音乐来治疗嘛非常好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家己的病人讲，你听我唱歌，你也变得好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我们邱医师，啊，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啊《爱情的火车站》。现场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给你带来一首台语的老歌《爱情的火车站》，谢谢。歌声也非常的好听哈、哦。